我就问他，有人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摸不住。叮叮当，叮叹当，穷得像叮当，没得气，没得房，还没得对象。嘿，叮叮当，叮叮当。卡哇伊，西多瓦，谁给你米亚基的西妈妈拉哟？卡哇伊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好可爱哦！哇，这个好可爱，它真的好可爱哦！准备好了吗？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。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独立，耳朵用来听。收的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来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，更难以言语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。我是戈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哦哇哇哇！小哥哥，小哥哥。是谁的心啊？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多想爱他。走。
哎呀，妈妈最宝贝你啦，你是妈妈最喜欢的小猫咪，外面都是逢场作戏的啦。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舒服吗？舒服。今天办卡吗？办。五万的还是十万的呀？十万。好嘞。啊！再前面去一点，前面去一点，啊！哎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Oh my gosh！ 快看这张图。真可爱！你哭了吗 ？Yes 。给我点，给我，我就拿一张，一张就拿一张，一张拿一张，好不好？李二狗，起床了，你这一天睡得跟个死狗一样，你知道不？李二狗，你能不能醒一醒？李二狗，李二狗，啊！妹子，你给我笑一笑。妹子吓得一举脸。我叫王海旭，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成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我为了我自己的梦想，我坐下，坐，坐，啊，左手，啊，右手，啊，趴下，啊，叫一声，叫，大点声，再大点声，小点声。哎呦我的妈！干嘛？转晕了没？东尼，真可爱。走。